来到英雄联盟。光明不懂救赎，他只懂征服。我先把这个拿了，哎呀，这拿不了。哎呦我操！哎，这有个挂机的，快！哎，人头不是我的，好烦！这蝎子搁那挂机。兵力只对低等的兽士有效。嗯，这蝎子也太惨了。哎，其实我不应该 Q 这一下的，你知道吧？ Q 这一下老头容易丢兵。那锤蛇刚才闪现 Q 感觉没有全摇，你们发现没？前期亚索是不怕猴的啊，中风想跟我们打，我们就跟他打，戳一刀，行呗，再戳 A 一下，一上来平 A， 一 Q 耳链，再 A， 戳一下走，一过来呀，戳一刀。一过来，一口耳链，一过来，冻风，扣一连，戳，一口耳链套点盐，一走回血。传送的猴回家了。嗯，我玩猴的时候说随便打亚索，谁说的？我说的呀，我可没说前期随便跟亚索拼啊，别在那跟我扯犊子，那不是我说的。我一向说的都是猴前期是不好打亚索的，但我没说那猴后边打不过。我不知道你从谁那听的，小伙子。就跟我在这扯犊子，我可没教你这个啊。戳一口耳裂，一上来平 A 接戳，接 A 接戳，我满城征服者，给我交闪。嗯，我操，这人怎么闪到这边来了？到五级左右就不好打了，等猴的这个技能等级上去了就不好打了。亚索前期一级对拼特别猛，因为他能重置普攻，并且CD非常的短，征服者叠的就快。是我中风，
嗯，你看五级就不好打了吧？所以我决定啊，先出个小反角。六级也不好打，你知道吗？六级以后就得拉扯了。他现在已经六了。所有的秩序都没有用。本来其实还挺好打，你知道吧？上波这猴啊，让他闪现跑了。他现在 EQR， 我们打不过他。哎呀，没戳到，很致命啊！跟他慢慢戳。往上边戳，你看这是很难打。我跟他这么玩啊，玩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们还是没有他血多。你瞅瞅，他要干啥去？他要吃屎去？吃去吧，我把线推了。回家了，这把我决定这么出。我出个日炎，哼，我让你玩。我反甲日炎亚索，我出右装。第一时间吹到绝对能打，空了两个 EQ 二连，你可滚犊子吧。那猴一开始都没放大，还能打呢？打个屁打！要不你那么牛逼，俺俩亚索猴 solo 一把呀？你觉得呢？可怕的是我留下的。咱别老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行不行？来来来的，老来来来的，那哪回看你来了？你说，哪回的时候你来了？除了能发一个来字，你说你还干过啥？这猴怎么回事？闪现又好了。别跟那扯犊子了，真的。我没有一回见你来过，啥人也来过，除了会发一个来字，私聊也不放个屁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你是拉倒吧，别跟你在这扯犊子了，我也没那闲工夫跟你去玩去，我也累了。出什么攻速鞋？这把就全右装，日炎加反甲，看看你怎么跟我打。光明不
束缚住我。这回真来，我不跟你来，我没那闲工夫。我把你赢了，这我也没啥好处。没中到，算了。把什么卖了呢？我在想，短剑卖了不合适啊，铁瓶卖了，破烂剑卖了，来个这吧，散件王，车你都不要啊，一把一个飞机的，你就一把一个半卡的，我能把你家房子给赢没？咱都不说一把一个飞机了。接着，哎，我忘了歇着那个 E 可以挡掉了。哎呀，好烦，这个 E 没挡掉。哎呦，这 E 咋没挡掉呢？哎呀，哎，这没挡掉，哎呀。日炎还没削啊，可以挡慢了，反应不行，这就是反应没到位。哎，这确实是有点瑕疵。怎么感觉我来打个红，日炎烫加红烫双烫，哎。
这猴怎么没动了呢？刚才谢谢老板的300块。1900。亚瑟打猴本来就不好打，尤其是五级以后，前期还好打一点。把日炎出了。然后把绿叉出了，现在我觉得就一个绿叉就够用，攻速特别快。那德莱文杀了11个，怎么一瞬之间就没了那人？哎，亚索的 Q 最多捡到多少啊？那猴打我都不掉血，现在来了，直接给大拖，再拖中风。一出耳链平妹，我很幼的兄弟，我相当幼了，我可老幼了。哎呦我操，我没想到居然来了一个 ADC， 哼。这锤石就差一刀就死了。再来个反甲。来中路守波塔来，这波可以打，我们太幼了，知道吧？算了。你这直接上我也跟不上啊，一中风算了，这不接了，这接着左死去了。上路收兵，
那怎么又干起来了？快点支援一波啊！那就别上了，一扣一，打不了一开，我有风墙，不要害怕，可以的，拖一下平 A， 再拖一过来 A， 中风 A 地吸给大招 ，A 拖一过来，拖一道闪现，我靠！哎，我想大 A 地吸怎么大着猴了呀？这。真的是好烦呀！摁快了，摁慢点好了。这就是手速太快，系统没跟上。哎呀，还是有点难受的啊，有点难受。那系统的问题就不能赖不着我们了啊！不是亚索现在出日炎，在你打一个不是很好打的英雄的时候，你可以出日炎啊！我们就日炎寒甲绿叉无尽，加上一个智慧墨印就完事了。罢了，不要智慧墨印了，要把饮血剑。好瞪，中风。好好，他居然有漫天飞雨，我是没想到的。把蝎子杀了，小龙打了，也不肉，也没有虚区，你看我赢不赢就完事了呗。那出个日炎怎么可能不肉呢？出个绿叉再出个无尽怎么可能没有虚区呢？那不放屁呢吗？你就跑了，你个老头卖了。可以打。不太好打呀，兄弟，他他妈给套盾了，我还没办法一扣，没视野，咋接去？他进草丛了，咋接去？你都直接就死了，我咋接去，兄弟？我扯淡呢，是不是？快走啊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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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回家买个反甲去。别打了 ，AD 死了，挡一会儿。那垂死好骚啊！这里有眼儿，
战斗永不知足。我找着猴带带其实也行，他老爱带线的话，我们可以找他带带。我可没在呀，等我一会儿啊。猴猴，我马上到位。哎我操，一Q空了。谁推波Q了？猴。这波没玩好，一Q空了。菜逼。AD 啊，扣着呀，这个侠的伤害有点高，我们保护一下德莱文啊。下个装备来把无尽小龙往上刷了，把小龙打了来。玩的啥呀这是，这咋拖不着人呢，这牙花咋没抠呢，啥鸡巴玩意儿了啊。哎呀气死我了，给我气坏了。干拖拖不着，拖了好几个扣没拖着人，我操，这个猴就在我这一直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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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转下转。哎呀。垂直一了三个，我反应不过来，我反应不过来，我没有反应，听见没？别让我那有这种反应，我岁数挺大的了，给我理解一下。我没那个反应。哎呀，我操，大龙没了。打死了一个蝎子，还行啊。
我可没急啊，我只是觉得你们要求太高了。根本也不让人动啊，这回家守基地吧。来个无尽的小剑，呀，这莫格拉可以啊。怎么感觉基地要爆炸了呢？希望不要啊！哼，推死给个大，勾一刀。哎呀，继续。哎呀，继续了。水银海，我没有钱，我们没有 money。